天狗日是台湾非常重视的疾病之一。现在随着天气回暖，也将进入天狗日发生的季节。南华区公所为着要提醒市民要多加注意，因此举办对抗天狗日的实施大会，同时嘛惊奉社区轻度助心丸，用行动来减少天狗日的风险。志刚义惊奉社区轻度各种的积水容器，现在天气回暖，又搁准备进入天狗日容易发生的季节。南华区公所为了号召民众共同对抗天狗日，25号上午特别举办实施大会，鼓励市民在生活当中落实循道清刷。咱南化区今仔日举办咱迄个登革热誓师大会，啊，主要就是希望吼，咱所有的乡亲啊，社区的志工哦，伫即个时阵热天滴要到啊，会当做一下登革热的防疫，包括咱的积水容器，啊，是一寡防疫措施，拢会当配合啊，到帮忙啊，清除滋生源，啊，让咱环境会当较健康。啊，另外呢，主要就是咱的做伙做一下宣导，就是清明的时阵，包括咱的规模的迄个草啊，咱莫去点火哦，啊防止火灾，包括最近的水情的问题吼，嘛是较严峻，啊希望大家做伙节约用水，哦啊共度难关。南华区公所也透过这个大会，趁机会向民众进行各项的政策宣导，同时提醒民众破发6000元现金，莫予诈骗集团骗去。记者郭博义，南华区采访报道。